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分析。比如说，你可能要分析什么？插入里面有个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吧，这样蛮常用的。因为如果说你要做一个表跟，只要表的话，就是枢纽分析表。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图，表跟图的话，那你就是枢纽分析图啊。比如说，我今天想要知道小咪这个业务员，他可能哪一个产业别卖的产品数量最多，我希望用图来看到结果的话，诶，那用什么方法来做最快？其实用这个方法最快了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用那个老板给他看那个原始资料，他就昏倒，他像看到最后就一个图就好了。所以哈，诶，最好的枢纽分析图按下去，他会问你说你要选的是哪个范围。有吗？枢纽分析图这个整个范围啊，我是针对小咪这个业务员。那主要是分析什么呢？分析它的那个产业别。所以你把产业别放在什么呢？放在那个左边的这个坐标轴，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再把它的产品哪个产业别卖多少的数量，好，如果我想要知道数量的话，放开，其实你会发现哦。这个图跟表马上就显示出来了，明白吗？上面是表，下面是图，哦，就可以很快的去做后续的处理了哈。那我就是因为你先把资料准备好，后面的表跟图呢，很快就可以帮你分析好。不过前提是你要先把资料准备好，你才有办法去做后面的事情。如果你资料没准备好，那你怎么做后面？当然没办法。OK，所以哈，前面我觉得你可以，当然后面还我们还会讲到批次的。一键按下去，所有的那个业务人员全部都帮你准备好了，你再去做后续的事情啊。所以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自己玩玩看啊，枢纽分析表这个枢纽分析图应该不陌生吧？哦，你可以从这边去加。那前提就是哪一个业务员你要分析的哪一个为主产业别，想要了解他销售哪个产业别销售的产品的数量，那主要这三个栏位啊，你可以去做后续的分析哈。OK，这个是额外提的啦，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，而且同学对这个反而特别有兴趣哦。前面做一堆哈，其实主要目的是做后面的，有一个铺陈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前面东西做不出来，后面那更不用说了。OK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筛选业务，筛选业务防呆。OK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还要做什么呢？哎，比如说我现在要查的是产业别、产品，还有客户名称，这些都是所谓的文字资料。那你当然哈，哎，可想而知，其实比较聪明的做法是，你如果要筛选什么呢？产业别，其实你根本不用重做，你只要怎么样？当然，第一个把筛选业务一直从头到尾把它复制。哎，这有房贷哈，那就直接拿这个好了。好，把比如说这个范围的城市，把它 Ctrl C。然后贴到底下，啊，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改成筛选什么呢？产业别哈。OK，哎，那改完这个之后的话，一改完了，二的话呢哈，再怎么样呢？哎，这个应该什么？产业别，哎，姓名可能改成名称会比较好，产业别的名称，好，OK，这边改一下，好，那再来还要改什么呢？诶，这边的栏数有没有 field 的？我刚刚有特别强调，你要查的是第几栏呢？三四，OK，好，所以把这边改成四。老师，那不是卡了？卡了不是这样？看大家。不是，它不是卡了，为什么是 field？诶，这个一般哈，在那个 Excel 里面就是 column 啊，可是哈，其实 field 的通常是资料库，资料库里面。常用是 field，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是把 Excel 当资料库来看待，OK，所以它是把那个资料库里面的查询的概念直接帮你搬到 Excel。但是以前如果你要用资料库，你要学 SQL 的语言，但是在这里不用，OK，所以基本上当然也比较简单啦，OK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当然这个是习惯哦，那你就要，因为很多东西哈，其实。都是它固定产生的，我们就是要 follow 它的，我们没办法改变。OK，好，那第四栏，那其他还要不要改？哎，不用改，改完了耶，有没有这么好？哎，其实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，哎，就是直接改这个，好，然后再来改这个，
哎，还有什么？好像没有了。OK， 这个试改一下。哎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OK， 好，试一下啊。如果说 OK 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怎么把筛选业务这个把它贴上按钮，把它改成什么呢？指定聚集，哎，筛选产业别。哦，啊，这样的话我们试一下。比如说我今天呢，我要查什么呢？查金融业好了。确定，金融业 ，OK，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哎，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哎，筛选产业别的那么快，哦，没错，其实以后你做完之后，一个拿来贴就好了，那下一个的话呢，产品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也是怎么样，如法炮制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，再拿这个来复制贴上，把这边改成什么呢？改成产这边改成那个产品嘛，哈，然后这边改成五，哎，又改完了。不过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哎，那每个都贴，可是好像他们都长得很像，只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所以我刚刚讲过了，如果只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你就要考虑什么，把它改成一个共用的方法，或者要共用的一个 sub， 共用的副程式也可以了，哈 ，OK， 那怎么样把它改成共用的哦？OK，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关键，你就要先把那个一样的留下来，不一样的把它删除。所以呢，这个我把它先删掉好了，先或者这个先回头好了，把它先删掉一下好了。我把它改共用啊，怎么样把它改成共用呢？一，我先把那个这个刚刚的筛选业务哈，先把它改一个名称，就叫做筛选。OK， 以后的话呢，我就呼叫它，但是我需要传入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这个名称，一个是这个栏数。所以哈，这边的话我看一下，因为我尽量写一样好了。程式码里面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共用方法我就有没有？哎，叫筛选好了，我就用筛选哈 ，sub 它的筛选名，后面的话呢传递两个东西给我。一个的话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啊，然后 ，OK， 这边的话呢，我用那，请你在后面哈，先把那个筛选业务改成筛选，后面这个刮胡哈，本来这个刮胡是没有放东西，那如果你加两个，那它就变成可以让人家传递相关的参数，那我们产生两个参数，一个参数是名称，这个名称的话呢，将来就是去修改这边。那我就是把那个名称哦放到中间，所以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，and 移到中间，好，那前后哦记得加空白，然后再把那个什么呢名称放到中间，这个名称有没有？因为呢它将来会传递一个名称给你，啊这边改成名称好了，业务名称也 OK 啦，业务系名、业务名称哦就叫名称好了，这样会比较通用。那栏数的话哈。哎呀，这个名称跑掉了，这个应该用 Ctrl 键按住，复制一下。所以将来呢，它传递给你一个名称，放在这里。OK 哈、哦，第二个栏数，那我可以把这个栏数复制一下，直接呢把它取在这里。那一样哈、哦，你就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了。因为这边放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字串，所以你直接把它贴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产生一个共用的一个副程式，一个。那再来怎么呼叫它呢？再来就是哈、哦，一样呢，我就写一个是，再来就是插入程序，这个程序名称的话哈，假设比如说叫做筛选业务好了，比如说我们有四个栏位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有呼叫它的方法就是筛选业务，有假设我要产生是筛选业务。筛选产业别、产品跟客户、哦、所以我就在它的下方，其他你只要在这个程序里面写都可以。我写一个、哦、比如我贴到这边好了，贴上，那我就用 code 就可以了。筛选业务、哦、刚刚是写一串，现在不用了，直接呼叫，然后呢 call 这个筛选，就刚刚那个筛选，传递两个东西给他啊，特别注意哦，你筛选、哦、call 筛选前括弧。那因为我们在那个刮胡的后面有加上 S string 有没有？
这个 S 税呢，加跟不加也没有关系，你不加也没关系，但是我是建议你加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使用就是你在使用这个共用程序的时候呢，比较知道说哦，如果它丢一个什么 string， 就是一个字串，栏数的话 S integer， 哎 ，integer 就是一个整数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会比较知道说该传什么东西，比如说我要传一个什么呢，业务，所以我就这边打一个业务。逗点，栏数是第三，括弧 ，OK， 这样就写好了。那将来如果要呼叫它的话，我们实际上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。比如说我执行筛选业务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以前是写一堆，现在是 call。那 call 的过程当中它是什么？呼叫它，并且把这两个带过去。好，所以 F8， 你会发现哦，它会把名称带过来，比如业务带过来，栏数带三。再来的话就是，哎 ，input box 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哦，请输入业务有没有？这个业务的这两个字哦，实际上就是由名称带过来。所以将来如果你是产业别，就是产业别名称哦。那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小这个，假设我在老王好了哦，就先查一个老王啊，刚小王没有，老王应该有，按确定。好，啊这个。跟刚刚一样啦，这个其实就是有没有重复的，它要比找一下，没有啊，没有的话就跳离，再来是不是空的，不是，哎，游标就开始查了，啊，再来的话栏数啊，这边本来 field 我们刚刚写固定的，现在不是，它传过来是三，所以就把三放在这边了 ，OK， 查第三栏，啊，查什么？查老王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查询的结果就是老王 ，OK， 啊，所以它会动态的。当然将来如果你是查产业别是四，它就是第四，以此类推哦 ,OK, 啊是不是有查资料，有然后就把资料帮我放过去，以此类推哦，所以这样做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那个所谓的筛选业务，然后呢另外还有其他的这样筛选啊产业别产品跟客户名称，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完了。OK, 那请各位哦试一下，就是如何把那个我们的这个 sub 哈改为共用的 ？OK，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概念大概知道了，只是说哈还是要动手做一下，改哪些地方？其实这种共用的一个程序哈，用到的几率会蛮高的，尤其是你将来在录制剧集都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你就有必要哈。把它改为共用了，因为很多同学没有这个概念哦，所以呢，其实很多地方都一样，但是呢，就一直贴一直贴，所以以后改程式啊也蛮麻烦的，一样的东西还要再一直改，四个就要改四次。但是如果你做成共用的一个程序的话，你只要改一个地方，四个就好了，因为他们都呼叫一样的地方啊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可能要需要注意，就是说。因为刚好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，名称跟那个栏数。可是未来哈，如果说它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有，可能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可能很多个。那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浪费时间了，因为参数太多也不见得是好事啊。因为最后反而好像发现分开来好像也会简单许多哈。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刚好因为这一题。是刚好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哦，没事。